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各位听众大家吉祥，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觉朗法师，很高兴再次跟大家空中结缘分享。今天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人间万事现代神通。佛教讲神通，其实人能知道过去未来就是宿命通，能了解别人心里的想法就是他心通，能听到所有的声音就是天耳通，能看得长远就是天眼通。所以神通不一定是学佛才有的，用心的话，世间哪里没有神通呢？口渴了喝茶就能解渴，这不是很神奇吗？肚子饿了吃饭肚子就会饱，这不是很奇妙吗？善谈游泳，能够浮在水面而不会下沉，不稀奇吗？会骑单车的人不必用手也不会倒，不会骑车的人即使用双手去扶还是会倒，这不也是神奇吗？可见神通是一种熟能生巧的功夫，是可以透过学习而练就的。特技表演者如空中飞人，可以在钢丝上飞行自在，真是神乎奇迹。冰上的舞者穿上一双溜冰鞋就可以自由旋转，可谓出神入化。所以神而启之，广而通之，就是神通。佛教的六种神通其实不一定要到经典里去求，也不是修炼而得。佛教讲平常心，神通是很自然的事，在日常的生活里到处都是神通。以下列举六个小点。一、天眼通。现代人为什么要戴眼镜？因为可以看得清楚。戴眼镜不就是有了神通吗？现代发明的望远镜可以看得很远，望远镜不就是帮我们具备神通了吗？甚至用照相机、录影机，不但可以看，还可以把影像留下来，这不都是天眼通吗？二、天耳通。现代科技发达，透过电话可以千里传音讯，现代人只要在家里打开电视电台，透过卫星转播，再远的事情都可以听到看到，甚至已经过去的声音画面，如邓丽君的何日君再来，梅兰芳的游园惊梦，都不会因为一人已逝而消失。甚至释迦牟尼佛的音声，透过经典的记载，现代人因此能知道经义，这不都是天耳通吗？三、他心通。人都有一种同理心，能够将心比心，所以我们都有相似的他心通。看到你面露忧愁的表情，知道你心里一定有烦恼，眼看着你一脸疲倦的样子，
知道你昨晚一定没有睡好。父母关心儿女，也能揣摩很多事情，例如你要读书、休息、喝茶，他好像都知道，这不就是他心通吗？是，神通、神足通。现代人骑机车、脚踏车，乃至坐火车、汽车，都能帮助我们快速到达目的地，甚至穿溜冰鞋、直排轮，都能增加行进的速度。尤其现代人出国坐飞机，朝发夕至，这不就是神足通吗？五，宿命通。生活中知道明天要做什么，事先做好计划，甚至明年、后年，我都知道有一些什么事与我有关的事情要发生，乃至明白因果，知道缘起法，了解一切事都是行为的结果。例如有贪嗔痴的毛病，就会有杀盗淫妄等不好的行为发生。所以预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预知未来果，今生作者是。这就是宿命通。六，漏尽通。生活中少烦少恼，放得下，看得破，能够心无挂碍，意不颠倒，一切不管他，随他去，这就是漏尽通。因此人不必到处追求神通。现代人都有六种神通，神通很平常，在日常生活里处处都可以体验，就看自己有没有用心，有没有智慧罢了。感谢大家的聆听，祝福大家云水自在，祥和欢喜。阿弥陀佛。破世界任我翱翔，给人希望，给人信心，给人方便，给人欢喜，口说好话，善意存好心，给人希望，给人信心，给人方便，给人欢喜，口说好话，身体力行做好事。人生是贫穷的，感恩的人生财富无悔，每只怨恨为力量，所破世界任我翱翔，给人希望，给人信心，给人方便，给人欢喜，口说好话，善意存好心，给人希望，给人信心，给人方便，给人欢喜，口说好话，身体力行做好事，给人希望，给人信心，给
人方便，给人欢喜，口说好话，善意存好心，给人希望，给人信心，给人方便，给人欢喜，口说好话，身体力行做好事，口说好话，身体力行做好事。Yet I was always feeling down, lost in the crowd. When I start to look within, there is no doubt. I can feel my power waiting to come out. Bring out compassion, bring out happiness to the world. I care. It is time.Take the step to create love and respect, showing what I've got with all my heart, standing firm, I will not stop. Open my arms and my heart, let the sunshine pierce the dark. Give one confidence, give one joy, give one hope and convenience. It's the vow.The power in me. When I start to look within, there is no doubt. I can feel my power waiting to come out.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